iPhone X 今天开卖，苹果经销商 Studio A 首度全面采 VIP 预约制。 Studio A 表示，10月26日起开放会员上网预约登记，目前预约人数约 iPhone 8的近两倍，创下历来最高预约量。路透分享，iPhone X 今天开卖，苹果经销商 Studio A 首度全面采 VIP 预约制。 Studio A 表示，10月26日起开放会员上网预约登记，目前预约人数约 iPhone 8的近两倍，创下历来最高预约量。今年首度面临苹果直营店加入新奇开卖战局，为了迎战直营店抢市， Studio A 寄出特别优惠抢客，买就送限量韩国首尔双人来回机票。Studio A 表示，目前预约人数约 iPhone 8的近两倍，创下历来最高预约量。今天上午8时起与 Neo 19旗舰店开放首波 VIP 领机，吸引不少果粉一早就兴奋前往。抢头香的黄先生是 Studio A 钻石会员，他说，今天一早8时就到现场，拿到新机后还要赶到公司上班。另外也有不少预约会员是冲着 Studio A 独家 LINE Pay 点数回馈而来。上班族黄小姐说，自己共有 LINE Points 40000点，用来全额折抵兑换 iPhone X 256GB， 只要自付1500元，还加送机票，超级划算，有赚到的感觉。Studio A 表示，自从 LINE Pay 导入以来，约有 20% 消费者使用 LINE Pay 付款，同时折抵 LINE Points 点数约占80%，更有将近 3% 顾客会使用 LINE Points 全额折抵换购 iPhone。除了 LINE Pay 点数回馈折抵外，若家中有未在使用的旧 iPhone、iPad、Mac 电脑，也可至 Studio A 就换新购买新机，还可多赔抵一台 iPhone 7，本月就换新回收价最高可折抵15200元。